欢迎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是海豚。我们今天呢来玩糖豆人啊。为什么要玩糖豆人呢？因为马哥那天直播玩的时候没有展示自己的实力，非要拉着我们再来一次，要证明自己。逛过直播的家人们也没有关系，哎，我来给大家再简单的回顾一下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操作，糖豆人的 Q， 一会儿咱们进去，咱们先别开始，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许抢跑啊！来，三，我就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知道什么？是不是数到三？你别给我整没有用的，咱们说话算话，知道吧？现在赛点来到小桃院长身上。哎，小桃院长，你怎么这么往后走？你跑反了吗？我哪往后走了？啊，我跑反了吗？你跑反了，有病一样这个。哎呀，就在眼前了，赢了，已经赢了，七秒钟完成比赛。不是，别撕，别 别拽我，海皇，滚！啊，不是，别！我也没一个人过了吧？这就是小超气吗？我被羊头人拽住了。啊，这不是你把我拽住了吗？有点丢人了吧，兄弟们？还有我脑子不知道有病还是咋的，还跑反了。高斯从我反方向跑过来，跟我说什么？哎，你怎么反着跑呀，小超院长？有病！哎，爹，我们后面。别！哎呀，哎，去！哇靠，这个有点难，这个只能四个人赢。完了呀，马哥，不会最后剩你们赢吧？哎呦我去，笑死我了，兄弟，大神懂不懂？你看这个走位，看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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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可以。哎呦我去！完了！哎呀，四个人了。我阻拦一下。还有人没到，还有人没到，没到你还有机会。对，你还有机会。不早说呢啊！我推下去。我他不是走错了。马哥，你怎么走到后半点了？我走反了。三秒，两秒。走反了，抓住，不许走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哦，跳不过去了。哎，这不是哎，这怎么事儿？哎，让我上！哎，我有分儿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啊！哦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兄弟们，那我赢定了呀，兄弟们！哎，我又上来了，兄弟们！不是，别！这个比较简单啊，看起来。我看一下啊，底下是吧？哎，不是谁？哎，什么是？哎，什么是？我还能弹上去，信不信啊，兄弟？别晃！哎，不是谁？谁这么没晃起来了？但是，我死了得了，死了更快。高斯都赢了，那躲那个地方。哦哦哦！对！哎，我再上来，兄弟！我再上来！哎。那我赢了呀，兄弟们！别上不去了，上不去了！哎呀，又废了，完了又废了。没事儿，这还有几个笨逼，没事儿，我应该还可以赢，笨逼有点多这一把。这。不行，我必须要赢！今天我要再次挑战这个糖豆人，我要做糖豆人的 king， 看看谁赢谁输吧！你们别不服，第一套那就重来！我们都得死！反正这游戏现在免费了，来呗！我赢定了！没悬念啊！走吧！哎，不要，这中间怎么有个缝？我拉人，我拉人！我操！哎，凭什么高斯就赢了？哎，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哎，喂，这，哎，为什么呀？哇，就有一个那个绿毛在那笑我，我受不了了。小伙子，你也不想过了是吧？啊，小伙子出现来嘲笑他们，观战他们。我来看看。哎呦，还没来呢。哎，我成功了，这个。
过人了！啊啊！第一次我，啊不对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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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我还有机会，哎我就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别！不是马哥还有十秒，就中间就中间就中间，不跳上去跳冲扑一下，就你妈！哎呀，掉下去了，就一个掉下去了，在这碰根绿毛那个。我故意的，故意情商，智商的七一个人是吧？哎呀，现在四强了，来最难的，摇晃转盘。哎，这不分分钟到吗？看我的操作吧，兄弟们。海皇，目光聚在我这里，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世纪级别的操作。OK， 跳，哎，我原来才是世纪操作。马哥现在在最后一名，特跳，直接走进洞里了。先别跳啊，咱们走近路比他们时间快一点，容错率更高一点。容错率更高一点，得找准时机。好时机。马哥在一个点摔死了三次。马哥不会还在原地吧？我都快到终点了。马哥，是，咱就说你好像在最后一名吧。那不可能啊！真的。行啊，看看什么叫做王者之间的争斗，好吧？哇，怎么又争我的？行，我跳。哎，马跳，不可能比我快。好的，这不可能。好的，现在是马哥与小奥的决战，到底谁能赢得最后一个名额？小奥在哪？你们一左一右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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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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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，妹妹，我本来是要赢的，我刚刚是找他，我说怎么还没有冲终点？跪头赛跑是吧？干什么？我们来看一眼，最终谁能获得这个本场胜利？哎，这次是三进二环节，直接往下冲，嘎往下冲。高斯现在有一分，八几圈，那几圈，演小，这样是吧？和西地了，那我得助他一臂之力了。没必要，没事没事啊。在旋转的人群中跳跃，看看比上上年龄比赛，给我看看。哎，可以看，可以。好的，我看看。高斯和西地是两个。我看看，快跑快跑，我看看。哎呦，高斯，高斯怎么了？我看看怎么了？我这么能活，这也能活啊？我得看一下。别看高斯。高斯，再没干啊！我就看两眼，就两眼。那么恭喜我们的西地成为小超 team 糖豆人的 king， 并获得糖豆人皇冠。恭喜这位家人！当然，我要提醒观看视频的家人们，糖豆人现在已经免费了 ，Epic 和三大主机平台都可以跨平台联机，进度共享，还有全新的赛季关卡和联动内容等丰富内容，就把它呼叫好友一起嗨起来！
快点追！